大肘子，这是我妈做的哈、啊，我的头发太油了，不行了，昨晚一宿都没睡好，先喝一口。这是过年家里做的这种腊肉的这种主题的，一宿没睡，所以脸很肿。嗯，太浪费了。要看，他做的这个小尖椒加这个皮蛋，哇，这个辣，我辣！哎，在成都下大暴雨，人在家待着了。哦。哇，好辣呀，这个！嗯，辣，就把你辣了，辣了算了。辣的热烈。哎，这个皮，